在网络流量上面，这个 Glass S4 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些优点，比如说它这个缩放啊，还有无论是它这个平时这个渲染的这个元素还有速度，其实都真的都是蛮 OK 的。相比之前的 S3， 虽然说不会有一些什么本质上的变化，但是整体无论是细节也好，还有我们自己看到的这个效果也好，都会觉得还是有可以让人肯定的很大的地方。而且除了这个光是这个浏览的这个流畅之外，它还有一个用手势去操作这个网络的这个优点，看起来是非常的一个炫晃的。我们可以给你演示，就比如说我现在是没有碰到屏幕，但是我的手在上面滑动，你看你没有看到它的屏幕其实会滚动的。不过这个功能虽然说不是很流畅，但是确实还是可以发现它是有正在这工作的。而且除了这个上下之外，我左右它会切换啊，其实这功能是来得非常炫的。哦，对，它屏幕上还会提示，其实你有我的眼睛正在看到它，我的手有正在准备去操作它，它会有一个这个小图标。